到哪了吗？好，谢谢你们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再一次。啊，你的大鼓，你的大鼓要踩大力一点，大鼓要大力一点。对对对。好，加油。现在画小鼓的位置，一个是瘦子，一个胖。哇，这个小鼓怎么那么胖？瘦子胖子。为什么这个小鼓这么大颗？因为它是胖子。隔壁住胖子，然后隔壁又住瘦子。还要对齐哟、哦。他也吐血，他也吐血。啊，对。还有，他上大号。有老师。怎么样？它这个里面有感应器啊，你会不会写？感觉筹备。筹备。没有，没有。
这样写得很好啊。你喝醉了、你有没有给他偷偷画回去？你有给他画回去吗？什么？你有把他画回去吗？每次他要用我的东西，我就说白痴，给我还回来。他就趁我没看到，然后直接拿走。那你不就气炸了？上次也是啊，我的纸被他拿走，还好我有发现。那、你没有请他还给你吗？大哥。